乘四两再啊，走。爸，您今天是没看见，龙东强拿着我们家的钱一把一把的往外撒的，真拿自己当老板。丽丽，我都说过你多少次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什么你的他的，是不是？只要你们一天不离婚，那就是他的。不，凭什么是他的呀？不行，我一定要跟他离婚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跟您说啊，离婚门儿都没有，除非你老爸死了，知道吗？爸，您这说的什么话？多不吉利啊！爸，您跟楼下呢？我这儿呢。爸，等我下来啊。爸，哎。文强，嗨，丽丽跟您这儿呢，我还倒是着他呢。你嘛吧，你学你爸说话是吧？不像。哎，挺有意思的哈、啊，你还弄一个什么嘛玩意儿假小三儿，啊，这挺绝的呀，这个。一帮好朋友，我呢也是出于好心，结果阴差阳错，把事办砸了。挺好，挺好。我告诉你，人在江湖上，朋友之间能帮就帮一把。那个这儿，老爸奖励你啊，四两，这你的了，给我了。那你是要呢还是不要呢？爸，您要是真给的话，那我就不要这里。不是，不，你跟你爸许嘛，要就拿着，不要老爸就收回来。爸，您谢谢您。还是我给你塞口袋里啊。谢谢您，爸。爸。我是不是你亲生的？你怎么对别人都比对我好呀？你给，不给你留着呢吗？嘛都挣，能没你的份儿吗？我的宝贝闺女。那别数了，都给我吧。倒霉孩子，你一点不含蓄。钱给不给啊？收不收啊？你给我就要。那我给你，你就要。哎呀，爸，真行，你还跟你爸斗上了。来，拿走，好好过日子。我告诉你们俩啊，爸。您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不能让你让点，让点，让点，让点。女孩子都这样，娇娇气气啊！哎，哎，回去行吗？这在这儿就喝上了。没事吧？这一家人嘛，一家人。爸，下次把钱都给我就行了啊。行了吧你。我走了啊，爸，您注意身体啊。行，爸，那我就先陪他回去了。您去吧，去吧。啊，哪有拿钱摆不平的事儿啊？你先自己玩啊，小心点啊，别喝多了。对，你怎么又？你先别急啊，我就耽误你十分钟。说完了，我马上就走。来来来，搬进来。来，慢点啊，慢点。哎，九月，你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哎，你这干嘛？哎，放这儿。哎，小心电视啊。哎，你们先等一下。那个也慢点。小心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，小心点。哎，好的，好的。你干嘛呀你？不是知道你腰不好吗？就买了点对你腰有好处的东西。哎，你看这个床垫，就这个，意大利纯进口的理疗床垫，天然橡胶和记忆纤维做的，可以全面的承受人的体重，对你这种腰酸背疼的人特别有好处。我不需要。谢谢你啊。别介啊，这布鲁斯那天不是说你腰不好吗？我就把这床垫和这东西给你买来了，对腰特别好。这运就运来是吧？那你怎么运来，你就怎么运走吧。九月，要不你看这样，你先试着睡两天，你要是觉得好咱留下，你要是觉得不好，我立刻让工人把他拉走。多睡一个晚上，我都怕做噩梦。英国皇室都睡这床垫子，都没做噩梦，你就做噩梦了。对吧？再说我花了20多万都买了，就留下呗。20多万？这么多钱啊？
那我要是想要房子、车子，你是不是都会买给我呀？只要你需要，我尽我一切所能满足你。那我用什么来回报你啊？请问你这书哪儿去了？我这么做不是想你回报我什么，我不是有意想跟你说这些东西花了我多少钱，这本身就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这么做就是表达我的心意，这跟钱真的是没关系。你看，过去我穷，我没钱，我做不了什么吧。我想表达我自己，我也没法表达。可是现在钱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了，我有权利，应该说我有能力，有资格表达我的心意。龙东强，你到现在为止都不懂什么是爱。真正的爱是不会用金钱来衡量和交换的。你有再多的钱跟我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不会去在乎这些。我连看都不想看你一眼，我甚至听到你的声音我都觉得恐惧。你现在带着你的这些破烂，你赶快离开我家。老板，这怎么着？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呢？拿走。干嘛呀你？辛苦了。买都买了，留下。我说你到底想干嘛？这是我家，我不想要这些东西，你给我全都拿走。你放开！干什么？拿走！干！九爷，你听我说一句话，行不行？九爷，你想让我怎么做？你还想让我怎么做？我就想全心全意的为你做点事儿，我到底还能怎么做呢？你告诉我到底哪儿做错了，我到底哪儿做错了呢？我贱，我恶心，看得我想吐。上学的时候你们就看不上我，现在你们还看不上我。你们在外边，在外边疯跑疯闹，我在后边跟着你们。你们谈恋爱，我别人看着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不够好，我不配做你们的朋友。你知道后来我做了什么吗？我为了第一桶金，我把自己给卖了。然后我拼命的工作，没日没夜的挣钱。我就为了让你们觉得我这个人还有点用，我能为你们都做点什么？我错了吗？我错了吗？可是现在我媳妇儿看不起我，我老丈人看不起我。这么多年的仇怨，你怎么还这样对我？你还看不起我呢？为什么呢？看不起你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吵什么吵？闹什么闹？烦不烦啊？出去！说谁呢你？你出去，给我远点！等着你！你神经病啊你！拿着破烂赶快走，赶快走！你听到没有？你赶快走！我不。你走不走？你走不走？行，不走是吧？行行行，你不走。宝贝，宝贝。九月，你放开，你放开我！九月，你干什么呀？九月，你别这样。你听我说，干嘛？你别走行不行？你别走，别走行不行？别走！
九月，对不起啊，九月，对不起，九月，我错了，我送妈妈去医院，送妈妈去医院啊！来，九月，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来，我送你去医院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来了，我再也不来了，你慢点，慢点，你腰伤了，咱慢点走啊！来，来，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